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收看约尔书，我是黄雅各。我们今天要看约尔书第三章神的审判以及他的祝福。他先讲到列国要受审判。第一节三章第一节这里面讲的，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呢，在传统上认为它是以色列当中的一个某一个谷地哈。 这个地方跟第九世纪啊、呃、有名的约沙法的那个王有点关联哈、哦。约沙法谷的话，这个说法是两种意思：第一个是指的某一个谷地，第二个是代表着上帝的审判。那这约沙法谷的话又叫做断定谷啊、哦，那个地点很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周围的一个山谷其中的一个。第三节那边的话，他讲的我要将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成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战争和。 这些啊、呃，袭击边缘的这些国家最有利可图的就是奴隶的买卖，所以战争通常就会有俘虏很多人，这些人俘虏来的就变成奴隶的，所以将这些俘虏卖给这些奴隶的贩子，这些奴隶就被运到了远离家乡的地方去作为奴隶。那这些奴隶被卖掉之后，可能这一辈子就很少会获得自由啊。沦为奴隶的人，大部分都是被自己的亲人卖给这些人口贩子。 或者是一些的战争的一些的战俘。第四到八节啊，这是一段插入来的经文。这边讲到的推罗、西顿、腓利斯示件的人呐、啊，你们与我何干呢？你们要报复我吗？推罗、西顿、腓利斯这些的人都是指的是以色列的人的早期是他们的敌人，这些都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啊，提供海上贸易的这些港口。 那直接从这个港口里面，他们获得一些利益。从下面的几节，我们可以推论出来，这些城市的话，他们转运要被卖作奴隶的这些的战犯的哈，在战争当中捉拿一些人，并不会值得是去运走的。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他们卖给这些奴隶贩子，让他们去处理这些哈奴隶贩子。第六节这边提到的希腊，荷本他小子，他们写的雅宛人，这边提到了希腊。 那个时候还没有希腊哈，但是这是早期的那些的爱琴海，在土耳其西海岸的，还有爱琴海的沿岸的小岛的领土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呃，爱奥尼亚，爱奥尼亚的话是最先在主前一千年左右的时候啊，爱奥尼亚人就到这这些的海岛上面定居。有些证据显示，他们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跟亚述人有来往啊。 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之地，又必使他们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说这里的话，第七节告诉我们，他必使这些人会离开。第八节的话，哈这样讲的，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里，他们必卖给远方十八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圣经当中，哈，总共有三群的人称为四八人。第一种就是所谓的四八，也就是在今天的雁门那个地方的话，是一个高度密集的一个都市化的一个地方。约尔的时代的话，这个地方的文明已经相当发达了，哈。我们可以从啊列王记上第十章啊那个四八的女王啊曾经来拜访所罗门，也是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地区的话，已经有许多的四巴人的遗址了，哈、啊。在第十节，他要将犁头打成刀剑。 将镰刀打成的割毛，软弱的说我要有勇力。这些金属的话，这很可能是指的这些耕田的啊、呃、这些的器具的部分哈。那这些器具的话，用来划破的这些土地，来耕出一条的犁沟出来哈。这些犁头的话，尖尖的，大概七寸长。镰刀是用来呃割下树叶，还有葡萄藤上面的这些小芽的这些刀子。有的时候可以把这些的农作物的器具融掉啊，做成武器。 第十五节这边讲到日月星辰的昏暗啊，这里是指的啊，借着这样子的上帝的宣告，上帝的日子，天地都会暗淡，好像如同以赛亚所宣称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胜过这些，并且要遮盖所有假神的光彩。在以赛亚十三章第十节哈、啊，耶和华神也是掌管日月的，吼叫就如同狮子一样的要毁灭的列国。所以这里的话也是告诉我们发生。 也就是神曾经啊，在他的啊军队当中，针对耶路撒冷所发的声音一样。好，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属于一些的啊战争的情况第18。第十八节到那日的话，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出奶子，犹大的溪河都要有水流。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小山牛奶，这里的话跟酒啊奶啦、啊。 这些类比的这些用词是很独特的，呃，在当时候的人很熟悉的牛奶与蜜的这种结合啊、呃，是一种，指着这个地区经济的效率，比如说龙，木龙也好，畜牧也好，都有它的潜力的。这种酒的话，是指的一种新榨的一些的酒，刚刚啊、呃、发酵的一些的果汁。在《奥姆斯九章十三节》也描述它从山上流下来，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葡萄藤常常是种在山坡上面的，或者说它自然就会流下来，所以这里全员永至圣殿,殿当中，在古代京东的神的殿，还有全员都是有啊相当的关联性的哈、啊。米索普达米亚、埃及等等哈、啊，在乌加列文的当中哈、啊，这些都是被建造在员源的山上的哈、啊。这些流出来的哈、啊，就是从神的殿当中流出来的话。 象征的宇宙之山神的殿哈、啊，建立在太古的泉源之上。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山腰的梯田里面哈，葡萄丰收，可以制造这些甜酒哈。小山要流出奶子，山丘这些草场的茂盛啊，牛群羊群的健壮，他们就可以大量的出产很多的牛奶也好，羊奶也好，这些都是指蒙福的一个象征。 犹大的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华的殿中流出来。泉源的话，这里是指的是从圣殿里面流出的泉源，经过了一小段啊、呃，从基伦溪谷啊啊、呃、引进啊希、呃、罗亚池的这个啊、呃、所谓的西西家水道所流出来的这些的泉源，嗯，滋润蛇亭谷。 蛇亭在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树的意思、啊，哈，跟树的啊、呃、音,音是相似的。一般长在这个干旱还有荒野的这些环境当中，从耶路撒冷的东边的基伦溪谷一直到死海之间的这些干枯的河床的话，依旧是以相思树为其他的特点、啊，哈。所以因此的话，那个地方作为灌溉的一个目标是很合乎逻辑的，哈。 有的人也解释，蛇亭它是指的是皂荚树之地哈，它是长在呃干旱的地方的话，因此的话，蛇亭谷就是指基顿溪谷中间较低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向来都是干枯的啊。说现在的话，可以得到希多亚池的滋润啊，这个是一个丰富的一个象征啊。第十九节，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埃及跟以东被受到了压制的。 这两个国家都是以色列人从远古到贝鲁时期的宿敌，埃及和以东都曾经逼迫过、破坏过犹大。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上十四章二十五节哈，还有列王记下啊二十三章二十九节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到那日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终必会受到神的惩罚。二十到二十一节重复的这一段的主题，他允许跟犹大的同在，实行他的公义。 以东在啊亚述王提格拉比色列啊三世执政的时候，他成为亚述一个附庸国，而且一直受到亚述的统治，一直到一个世纪之后的话，一直到亚述巴尼帕去世的时候，才有自己的独立的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时间点可能在主前六百零五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萨的啊统治哈，犹大的难民可能在以东得到了庇护。 当耶路撒冷被毁之时的话，他们只能袖手旁观，而且还幸灾乐祸哈。这个我们可以从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第七节哈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以东跟埃及这两个国家在耶利米的时候哈，在耶利米书还有在以西结书中当中预言，都也是成为被审判的一个对象。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我现在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 所以，当耶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的话、啊，哈，犹大会蒙受祝福，土地会复苏，农场丰足，跟先前的蝗虫的灾难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在米索普达米亚，经常的话都是有两年一次的一个众神之王的一个登基的庆典，他们也在这个时候庆祝这些啊。事实上，在庆典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啊朗诵一些的创世纪的一些的史诗啊。 来纪念他们的神明，那这里的话是指的以色列人，他把其他的民族归纳入这些的神话的仪式，全部都不分的历史化了。两者之间，以色列跟其他的民族两者之间有些相似之处。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指着上帝登上他的宝座，捆绑他的仇敌，啊，为世界的秩序带来正义的时刻。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神？ 裁断他子民的命运啊，一人得到奖赏，那二人的话，按照他所做的恶，还有他的叛逆，会受到他该有的苦果。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出这是一个例行的仪式，反而是反映出一种历史性的期待。他们期待这样子一个耶华的日子。当耶华的日子的时候，也有神显现的。 一些的成分在其中，通常是会出现一些的宇宙的一些的意象啊，这些宇宙的现象的话，时常显现出一种天翻地覆的世界哈、啊。在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三节那边也有显示哈，说、啊、耶华的日子是个极大极重要的日子，这些所随伴出来的宇宙的啊天文的这些的意象，也都是啊指的是耶华日子要来临。 所以，基于以上我们所看到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耶和华的日子，让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思维和先知的话语，跟当时候的文化有许多的啊这些概念的交错。以色列文学的作品，它的原创性并不是全在于啊创新的架构，而是整合了啊自己的概念，并且独特的应用它。 这是我们从耶尔书这里所看得到,到的，主要就是讲耶华的日子所带给啊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警告，以及你们悔改之后就会得到蒙福的应许。我们耶尔书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